今天请王琴来呢，你就一个任务，啥都不用干，爆爆料就可以。这个节目时长是多久？这个节目三天，可能不太够。好 ，OK， 那咱一个一个来。我的天哪！我觉得我真的是有好多好多说不完的。你说说到最后，你还得夸我，你绕了绕你。说他抠门不就完了吗？这听半天啊，不抠。那这假这。后来你要说我赚钱了以后，然后多好。然后，他在赚钱了以后，是我们班最早给爸爸妈妈买房子的哦。然后他是最早把爸爸妈妈接到北京，跟他一起到现在为止，还爸爸妈妈跟他一起生活的。是的，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，特别特别的不容易。他可能顾及家顾及的太多了，的确是这样。你看，据我所知，因为我们关系算是走得比较近的，就是无话不说的。他家里的两个姐姐，加上他的外甥女儿，然后所有的亲戚朋友，真的，我觉得他没有他不管的，就是他也挺辛苦的，所以我会很心疼他。所以真的在大学的时候，他没有请过我吃饭，我觉得我特别理解。但是。从大学毕业以后，没大学没毕业的时候，大学对没毕业以后，我记得《开玩笑我江湖》以后，对，他有钱了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他请我还有爸爸妈妈去，对去簋街吃了那个香辣蟹，还有就在那个咱们那个舞蹈学院那块来着，对，吃了香辣蟹，请的你爸还是他爸？我爸爸妈妈，然后从那天到现在。我就没再请他，都是他请我了。哎呀，真的。所以我觉得。有这样一个像哥哥一样的当年那点亲人，那点饭费值了哈。对，是我觉得是可能是还一辈子吧。对。关键你那个时候，那你没喜欢一下这小哥哥呀？这是像兄妹一样了，已经是。因为可能太亲了，就是、真的是太亲了。我就在想，我们拍《素幻》的那个电影在宁波，什么电影叫？鼠胆英雄，鼠胆英雄的时候，小月月和佟丽娅的那一部，我们俩在同一部戏上，但是没有对手戏，没有合作过，所以我们在酒店，然后呢，在房间聊到深夜，就是聊得特别开心，然后我们俩就说，哎，我们拍张照给咱班同学发上去吧，我们班有个班群嘛，然后呢，我说上床，他说好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躺在床上，穿着衣服，然后我们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拍张照片，然后在恶作剧，然后在班里班群里一发。没有任何人理我，就没有任何人回声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没有不可能去红月兄妹这种情感，因为我们真的就躺在一张床上，就是都可以是真的亲兄亲妹。人家说这是俩男的或者俩女的，对，哎，真是我觉得现在。
可能我比较着急理解的这事儿，比着急我自己的事儿还要着急，因为爸爸妈妈都委托，就他爸他妈都委托我，也是替他去着急这个事儿。我现在在做一个，在这儿做一个红娘节目哈，然后我真心实意的觉得，男人像李姐这样。当今社会真的是恐龙级别的了，不是说长得是吗？对对对，恐龙，对，不是说老到恐龙级别，而是好到恐龙级别，化石级别。对对。然后可能只是让你爆点料，爆点料，亲爱的。所以他还得往回绕。